你好，欢迎收看行交论股，我是洪宝鑫。 Mr. DIY Plus 自5月19号在古中城推出以来，就吸引了20万名访客。尽管营运成本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走高，但该集团表明将继续始终低价的承诺。随着我国进入地方流行病的阶段，在强劲的人流量驱动之下，肯纳格投行研究认为 Mr. DIY 的总赚幅可以再提高2到3个百分点，而库存周转的天数还在 1.2 到 1.4 天之间，这表明该公司的供应问题已经解决。古中城的 Mr. DIY Plus 开张至今，每天平均有5000名访客，以此来预算，相信可在12到18个月就能回本。该公司展望未来2到3年再开设9家 Mr. DIY Plus， 行价维持20级65仙的目标价和超越大市评级。